用自己常用的技巧，把自己带到一个放松的意识状态。宣告自己，沿用这次的冥想，为法国的局势带来和平与疗愈。呼请来自其主要源头的紫罗兰火焰，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个保护圈，并且在冥想期间和冥想过后保护自己。呼请紫罗兰火焰转化一切不服务于圣光的人事物，观想银河中央太阳发射出一道粉红色的光柱，观想光柱穿过自己的身体进入地球的中心。观想粉红色的圣光流过自己的心轮，通过自己的双手发送给法国暴力冲突涉及到的每个人。观想这能量让每个人变得和谐，并且带来和平。
观想暴力冲突得到解决，并且恢复到和平当中。让粉红色的圣光持续的流动，疗愈全世界所有的冲突。呼请女神的临在，将和平与祥和的能量传导至法国暴力冲突当中所有尚未解决的状况，以及涉及到的每个人。
观想这些能量持续的流动，疗愈全世界所有的冲突。观想粉红色的圣光流经你的心轮，通过你的双手发送到这些状况当中，持续这样的观想几分钟的时间。女神想要和平，和平终将到来。